一，背或者以手向外推出，或挤出的称为挤。如果对方以他的双手向我推来，用劲很大，那么现在我就这个劲就叫吞。那个一愣，这个就叫吞住，这个劲很大，那个把手都给你吞到肚子里，然后就能给你弄坏，就是拿头。如果对方将我包住，我要不解脱，那么就会被摔倒。如果他现在用劲，我现在就这个骨头。如果说你要突然向对方没有他没有准备，如果突然拿去，他就会很拧动，他就会错他的身子。如果说他要是不倒地，那么他的腰就被拧动，那么拿下去。